一个剃头甲剃头，剃头剃头唔剃头，讲是安那剃头爱甲剃头，剃头剃头，讲剃头人无甲剃头，剃头是啥物人要甲剃头剃头？杨秀本来这个岗位啊，咱拢爱栽培新人，对对对，所以是我看好的。杨老师，麻烦借你的时间，给伊机会，好。OK 啊，唔当咧讲，唔当咧讲，唔是讲有，我给你，我机会你来讲，我以后你有机会做主持人，对不对？开节目，好。哎，杨老师你好，唔是啦，杨文老师你好，你用哎，我冇白做啊，系啊，你自个伦理拢冇笑过者，我系打电话哦，我都系回讲喂，我未歹啊。不是，老师你，听我解释下，阮陆刚咧讲的头要开嘴头前，拢会过一个啊，迄个一个遗嘱词啦。好，你讲一个，你讲一个。诶，亚文老师，无啦，你有 M？ 会啊。啊，我过一届啦，下一届。诶，亚文老师你好，我你咧真好。这嘛是我的遗嘱词啊，有有，真正有人安尼。有啊，我今嘛家己对头家己训练，你要为绕口令练去，你对我念。红鲤鱼，绿鲤鱼，鱼驴。你家己嘛讲袂了。红鲤鱼，绿鲤鱼，绿鲤鱼，鱼驴。你有要紧不？你示范，你示范。你注意看我嘴。红鲤鱼，绿鲤鱼，鱼驴。什么叫绿鲤鱼？绿鲤鱼啊，绿啦。绿色的绿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，预备，对，预备，去，红鲤鱼绿鲤鱼，有啊，谁我？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，哎呦，还不错，我还不错，红鲤鱼哇，嗯，这句哈，我讲我差不多三年前我就讲过啊，真的，真的啦，我相信你做到的，你做到，你的嘴齿我老断呢，红鲤鱼。绿，不错。哎，这不要简单，来，詹老师，中奖没？听好，中奖没？重点，嗯，咱一句虽然讲是才有可能，但是一定要抓到重点。是鱼，安尼耍？无啊，无啊，对啊，这是重点吗？你想少你啦？没有，就是它只是一个口音，就是迄个嘴型嘛，就是鱼鱼鱼，安尼就对啊。真正老师，味道改变你的鱼鱼鱼啊，的鱼。水。安尼我才变了两个镜头啦。重点啊！啊，注意看，注意看，这是示范赛啊。那是不用，那是啥？那是入门俩。这个有真困难的只哈。买了买了。刚才那，那我一拍看，来，我先给许孝顺示范一摆。啊，一百七，啊，你台语也要？没有，一只狗啊，牵一只狗啊，去大路狗啊，捡到一只狗啊，捡到一只狗啊，狗啊跋落去狗啊，狗啊提狗啊去狗狗啊狗啊狗啊拉落去狗啊，狗啊去找狗啊，只栽落去狗啊，狗啊狗啊狗啊，全部拢弄你的狗啊，这么闲啊？这是领导的历史，你提出来讲就对啊。你有一个朋友是一只狗，你一只狗，那落去狗啊，去提狗啊来狗，狗啊来狗啊。你许孝顺号称这个讲话都安尼，就是听到尔，对。啊来，陈水扁安怎？奇怪呀！哎，讲话讲海口腔要连接了，就好笑的咯。我会晓。对啦，海口腔。少年人爱把握机会，赶紧来，不要拢看者。狗啊！哎，你好派啊！你又是慈善天后，还是这这当啊？你讲你咧对伊讲诶。老师讲的话爱听。哎哎，伊来那个带代啤酒的开。狗啊！狗啊！来，继续聊落啊！我念一句，你念一，我念一遍，你念一遍。好。一个剃头，甲剃头，剃头，剃头，唔剃头，讲是安那？剃头爱甲剃头，剃头，剃头，讲剃头人无甲剃头，剃头是啥物人要甲剃头，剃头？啊！水哦！你哎，等下哦，你唔通甲我讲一个。剃头，你来在？我说唔知，起码我示范的无同款，你都爱无同啊。你还看没头？你白头都给你念起来哦。在，瞧，动作真拢无脾气的呀。讲较长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等下我。你已经袂记啊？你要信无？来啦，我来，我你搁听一遍。没，免，没关系。免吼。免。哦，这够强的哦。一个人去剃头，拔了狗啊，等于也是去狗啊。你两个狗无关系啦。你捌看当时一只狗去剃头，还除了去食以外，什么人去剃头？狗会开剃头店哦。老师，你去念一遍啦。
哎，一辈对。一个剃头，甲剃头，剃头，剃头，问剃头讲是怎啊？剃头爱甲剃头，剃头，剃头，讲剃头呢？无甲剃头，剃头是虾米人？要甲剃头，剃头。哦，有我这个邻居听。一个剃头去甲剃头的剃头啊，剃头的剃头讲为什么你要剃头的甲剃头的剃头？我讲啊，我剃头来无甲你剃头的剃头，后面虾米人要甲剃头的剃头？所以啦。哎呦，这个是一个逻辑，一个逻辑呀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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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哎呦，好。